经过这个一个台电脑连接一个网线，可以把原来卖不出的农产品通过网上卖出去。每年都游客增加嘛，在那边景区旁边盖了一个房子，生意肯定比这边好一点。就以后我就是想考那个学前教育专业，我想就学习怎么去把他们教好吧。这是第一次啊，26年来就是第一次挣钱。挖机装的就都学会了。要把小病控制了，它就不会延伸到大病，它就不会因病返贫的这种情况存在。人家不吃给上些，我们也自己跟说也抓漏东西，这就好生活过。你是谁？又可以赚钱，又可以锻炼身体，这不是2全其美啊！脱贫验收，只是消除这绝对贫困，真正的要群众生活过得好一些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